大伟，咱们现在公司的人越来越多了，你得多费点心呢。放心吧，林总，我会接待好你的。目前我跟黎明没有进程，这广告你赶紧拍。好，等这一段呢，咱们哥几个忙完，好好在一起聚一聚。对呀、啊，林总，等咱们把手头上事忙完，一起回度个假。对了，先生，你那个酒店经营的怎么样了？林总，我这边酒店经营的还算不错，客流量非常稳定，你就不用操心了。好，辛苦了，先生。酒店那边呢，我就多费点心。接我儿子放学了，你给我来盘饺子，我儿子最愿意吃饺子了。知道爷，走吧。阿姨，您先坐着，我给你做饺子去。对了，领导，青年路的那帮小流氓经常来闹事儿，要不要帮忙？什么？青年路哪来的小混混？算了，领导，现在啊，咱们公司已经步入正轨，社会上的那些事儿跟咱们没有任何关系。记住我一句话：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现在呢，咱们公司已经步入正轨，社会上的那些事儿跟咱们没有任何关系。记住我一句话：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喂，林哥，阿姨又来我这里了。我妈又过去了，你先帮我照顾照顾，我这边在忙，等我忙完了马上过去。好，林哥，你放心吧，我这就去给阿姨拿饺子。好。饺子，我儿子最愿意吃的饺子。
我告诉你，跟你没关系。原来真是个傻老太太。我告诉你，今天要没有钱，你指定走不了。我要找我的儿子。阿姨，阿姨，你没事吧？我要找我儿子。你们不是要钱吗？等我打个电话。啊，还摇人了，来钱了。林哥，你快来吧，阿姨出事了，让人欺负了，被人推倒了。你就是他儿子呀？你家那傻老太太把我衣服弄脏了，赶紧给我送钱过来。怎么了，林哥？傻老太太，你猜你儿子会来吗？啊？替你父母打的，你父母没教过你尊老爱幼吗？这第二下是替我妈打的，如果今天再长是你妈，你会怎么办？这第三下我是作为一个儿子打的，我的母亲我的命，你再动一下我跟你拼命命。饺子，我得带回去，饺子，我是最爱吃的饺子。